接下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，哎呀真的，这位他是歌手，也是主持人，没错，同时他这个戏演的呢，那可以说红遍大江南北，哎呦，所以他们这一家人呢，这个两姐妹在我们圈子里面啊，可以说都是响叮当有字号的，哎呀，的确，两个人可以说是王不见王啊，哦，就好像我跟费玉清也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呢，每个人各有一片前程，一片天，哎呦。哎，那很难难分轩轾啊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呢，在演艺圈的表现最好。哦，这个在我心里面其实困惑了很久。哦，结果两个人都打一百分是很难选择的。哦，所以也到现在您还单身就是这个原因。哎，对对对，就大错了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一直陷入了一种困境。哦呦，人生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面临到选择的问题嘛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当然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这样说了，两个弯啊盖笑出来，哎，大概一点五相同的感觉。哎，不论他们的外形，嗯，他们的歌唱跟才艺都是被大家所肯定的。哇，哦，太棒了！一起来欢迎他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就是江淑娜小姐。耶，安安静静床前明媚台，纷纷寸寸阳光照街台，来来回回心事回不开，疏疏落落心事啊，孩子救命啊，开始开始开始！你今晚是什么情牙科去的，奇怪，这怎么一个医生一直在我前面呢？啊啊！你是我吹气的这样子，别害我伤人家啊啊！就哎，吹气啊，哎就。精彩内容马上就来了，综艺大哥大。您这个舞蹈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啊？你这是啊，没恁叮咚无高，怪怪，我别拍过，取出没来那叮咚那高，我想好不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妹妹，就趴六块一斤。哎呦，我怪我不要叮咚，我就当啊，乖乖，还是讲每位玩的安尼，讲你个，为什么为他拍戏啊？好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微笑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本来我想讲大家安尼真
音量吼，看我都怕死。啊，你一个歌星上台唱歌变安尼，一定安尼唱。如果我比你唱歌好，我来来唱一唱。来唱歌变这款样。不是说，不过我一摆机会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是别人。你唱别人那是用唱一摆，我都安尼都 get out 好吹哨。但是那是你江苏那小黑卖公一摆。就算讲是八拜，那么无话，我讲着。大哥拍摄啊，但是不好意思，系安那，干那八拜尔尔。你已经用三拜了，已经用掉三次了。真的还有几次？但是我们一直在研究问题是出在哪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修工了？修哦，我在原地，我原地去。原地啊。啊，拄只行过来，遐爱太老起来了，加掉，加掉哦。那有只只吼，行这里接啊，哇！哎、欸，那我们舞蹈老师还记得刚刚最后一个动作吗？再来一首，过去吧，来来来，好。来来来，加段加加连舞啊，加段。哦，今天哪天哪天怎样？奇怪，我的。伊直接外靠圣公，足艰苦，足艰苦。这都唔是讲讲简单，好讲。所以讲，咱刚刚看到迄歌星光彩的面，咱因的压力伫什么所在？遮侪人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两个眼睛，对不对？阿尼眼睛每一个人都两个眼睛，阿尼是呢，大家拢咧看的时阵会有压力，那怎么办？那不要紧，我你后面再补，等人通通走过，就当做我刚才唱完了。哎，等等等，啊，唱完了，条件怪怪，哎，你用着咧没？有啊，剧情跟他无啥下。哎呦，我走跳。还给我扑走呢！嗯，哦，谢谢。就看老贝威哥一嘴。我们要在外面等一下。我怎么会变他爸爸？这个就是玉芳的追哥呢。啊，这是玉芳的，你给不给？你给不给？哎呦！啊！谢谢。来来，按照唱完歌以后开始。好。哎呦！喜欢唱完歌开始叫了，啊，一百个一百，你哎呀，我还超前走不就？哎，你不要给点，哎呦，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，是两方面，我方方方的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的介绍呢，让我他的歌一唱完，我真的就觉得我的介绍是站得住脚的。刚才的歌好不好听啊？还没听到就说不错。江淑娜小姐，哇，不管她的外形，还是伊的歌曲，还有歌声，伊的美色，确实是素人真清闲，清闲，啊，确实袂歹。今天能够看到你，非常高兴。来，景逸这一束花代表本制作单位。观众对你的一个敬意啊！谢谢谢谢。但是飞哥，那我这边来你马上来介绍，然后现在来还是一样，你介绍词都没有改啊？我呢，我呢，语气不同吧？你还记得上一次介绍？是啊，主持啊，唱歌都没把行。真的吗？啊！哎呀，我什么把行啊？你给他讲，你要给他讲一下也是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啊邀请到江淑娜小姐。好，那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好，反正拢无去啊。但是你不隆重啊，那样样。我拄献花过啊。献花，献花是啥？献花不是献花，献花。亮花，亮花是用的。好，亮花来。
欠贵，很贵，很贵。两贵是人贵心情，两贵，两贵。已经很贵了，你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这个瓜田李下不能太容易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跟他的姐姐江慧小姐，对吧？哦，那一段绯闻，你看，人家说人朋友妻不可弃，何况睡一样，那哪才做出穿什么的？哦，像谁睡一样？你走出外睡一样？那是小老婆，那是不是公像？啊，睡一样，睡一样是小老婆。对啊，哎呀，下面两谁谁你跟我牵手？既然爱车我就爱你。一个人讲，大笑出来。但是你安尼讲嘛，唔对，阮既然那有教你安嘛？哦，原来是真的哦。哎呀，没有，你不要乱听乱讲。我跟你讲，这款代志刚刚也是好笑，这个净给你难听。你欧美讲，我要澄清一下，那个我要澄清一下，我姐姐跟他绝对没有关系，而且我姐姐绝对不会喜欢他的。所以讲你这个姑娘，安尼讲话就真正有水准。不要乱讲了，我姐姐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今天呢，他。我敢问过啊，因为很多人都讲咱查甫人拢是么爱自己的民主，对不对？遮侪人面头前，安尼讲安尼，敢若有伤着我的自尊心？伊无对你讲，伊是对我讲啊。哦，伊是对你。哦，是传话。伊是甲你讲，叫你来搞我伤我的自尊心的，对吧？哇，这样听起来的话，这个对不对？有一点，哎，但是好像产生了一线生机啊。其实，安娜呢，一直要把姐姐这个打枪。要把它就打成就是跟我一起，哎，对不对？哇，女这个这其实就是一种竞争的开始啊！哦，哎呀，卖头出来，李生。其实他们两姐妹，我凭良心讲，我是蒙着我良心蒙心肝讲看来，其实我是介意的。还是讲实话，没事，我来吧。我谢杨了，拍谁？我谢杨，不是这个就是、啊、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哈，已经动真情了。飞哥什么时候会不好意思过啊？他是真感情，他才会这样子拍谁呢？你讲没出来，不是用情话啊？用情话啊？哎呦，用唱的，孔锵老师，来，哎呦，来，我随便讲的。也会传染。我正式好好对他唱一首歌。对，哎，对，我要改一首歌曲，我才能表达我对安娜的情感。哦，叫做《比个小姑娘》。英文歌哈，就是比不是台语的，黑脸小狗呢。翻译国是叫比个小姑娘。老师请了。真的用感情唱出来，就自然会有一种文夏的腔跑出来。你的小姑娘，不过飞哥，我把没上那几条歌啊。这个就是有情有义，哎，马上就回一首。哎，其实你们看飞哥像什么？
飞哥像什么？你觉得飞哥像什么？星星啊！你这问题，你这问题就非常他这样子回答，这简直是毁了我嘛！不是，你们有没有觉得飞哥很像？哎，飞哥刚刚哪里说飞哥究竟像什么？好看好笑的好戏连台还在后头，我们马上回来。综艺大哥大。你觉得飞哥像什么？星星啊！你这问题，你这问题就不要他这样子回答，这简直是毁了我嘛！不是，你们有没有觉得飞哥很像大哥啊？我告我告对，我告你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老师比星星还漂亮。我告诫冰川姐妹啊，这表示他有用，他是真的喜欢你了。哎呦，对不对？我刚刚也是这样子啊，同样的事情发生以后，哎呀，我今天不正常，老师再一次好不好？大哥，再帮他来一次。牙科去的，奇怪，这怎么一个医生一直在我前面呢？啊啊！你喜欢吹鼻的天的？对，害我猜人家啊啊，吹鼻啊，而且是你不是很会合音吗？哦，你是要我合音啊？是啊，你马上框记得 key 丢啊，你丢。这个歌真的是，哎呦哎，回我这首歌，顺便就看出他的功力来。对呀、啊。而且呢，这首歌好像有用意。最后你的牙医，我觉得是快亲到了的。刚才，哎呦，对呀、啊，很羡慕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有什么想法没有？其实我今天知道这个安娜姐要来，我也特别练了几首歌。可见男生的想法都一样。哟，你也会唱歌？哟，你也会唱歌？不是只有会开枪而已。连我们都 NG 了好几次。哎呦，老师来。就直接呛回去。哎呀，来。飞哥，我想着讲这个，未必过邓来少年哥，
台语歌上来不错。飞哥他会转音哎，还有转音哦。对啊，哎，有练过的。为何你爱第二把？飞哥，你这就没有办法了。为何你爱第二把？哎呦，真的有一点功力哦。对呀。我以为你只会开枪。那今天我们就变成一个闽南语歌曲挑战呢、啊？哎呦，还有谁要挑战的、啊？那我怎么可以落人后了，对吧？哎呦，对呀、啊，皮源，我呢，我上你几条歌，我刚上飞哥，你刚刚上了我吗？你送了我，怎么我会没感觉？送了我，我说我刚送飞哥一首歌，我现在送你一首歌。你要送我一首歌？我们合唱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呦。海波浪，海波浪。哎呦，现在哦 KTV 最流行的歌曲，来哦。天上的星星，平淡的脚步，坚强来离开。满腹的苦痛，满腹的痛苦，不愿来流浪。我亲像海波浪。原来品源说他才是真心的。哦，你这把砸波我真正是哦。你刚才想要说被上一次钓海波浪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怎么会送他这个海波浪？对啊，因为你看，嗯，他的婚姻都很波浪，你都没有。哎呦，你希望他波浪？不是，你就是希望你冰点。不信，心气好变，你多呢，波浪来的时候就他冻会掉。对吧？啊，你两个卖搅局好啊，还没过清洗的，我来个这要有一点感情的歌，没错，不要说什么黑狗熊，选一选我们真的适合唱的歌。对了，对，我觉得那要不然我们唱那个《可怜狼会在尾巴》啊。这个歌很适合我们啊。对，对，适合。是啊，安尼算讲是一个真明显的一个古装。古抓就是句句。对啊，有些话不能讲用唱的嘛。阿尼浩，再会啊！而且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得到他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很难得现在微服出巡啊。可怜暖会在，我来表达一个感情啊。哎，好。哎呦，老师请了，来。虽然是无愿意甲你来分离，一旦被风拆散去，好运无了时。
我跟你唱这个歌的感觉真是好，真的真的真的很高兴，我们都跟这个淑娜这个讨教了很多首闽南语歌曲哦，以后希望常常到我们节目来跑一跑，好吧？好，没问题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